就带有纤维的这个日本的和纸，然后加上它的脸部的部分有用到那个落水纸。这件算是白天玉珠老师最新的、最新的星座。你们家都是放它大件的吗？对啊。这件的话，我带你去看一下，因为比较特别是在它这次的颜料上面的采用。需要细细的观察，因为你看现在单看那个白色，它其实不是加叫光，它是会闪烁这个光芒，然后对应到它的瞳孔，它们其实是一个互为关照的关系、okay. 有点像是这个斑马在看着这个落花的时候，那个花映入到眼帘的那种印象。嗯，对对对，我想一下，我的其实是跟他的生命经历有关系，因为他在这几年中有浮空展览的时候被章子怡看到，嗯，对，然后章子怡回到北京的工作室的时候，就是有一批艺人，就是跟他收了很多的作品，那包括周杰伦也有收啊，刘德华他们都有。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就不光他，包括阿拍 K， 然后各展以及很多的。接下来三月的哪一组，我们会带出他的新作。三米四米的作品，真的，台中真的很狂妄哎。对，然后蔡国成的作品的话，基本上都是画也会在那个世贸的阿台可以展出。哦，真的？对，你们是哪一家？我们是大俊艺术。哦，大俊。对，哇，这个太棒了。所以这带很多好的。对。新的诠释方式，因为它其实像下面这个曲线流动性，其实也是灵感截取自这幅新叶号后面的那个偏空的一个形态。对。感觉它有一个温度，
觉得这个就是把这个文字，就是其实文字它就有很多意涵。对啊，没错。而且这两个前面雕了之后，它又变成后面的是链接，是螃蟹，像一个铃铛，不仅仅是它又一年才完成。所以是从2012到2022这样子，像这个几件都是这样。对，但老师他就是希望中西就是有一种融合的感觉，像你对，这是纸，这是一些特殊纸材。那你可以看，比如说像这个字，它是空，空，这个是空，太夸张了吧？干嘛？那他要给你一个好价格？这个是很久没有了。它不是真的那么死板，对，它不是真的那么死板，它是真的有去先去把心经抓开，然后去看到有没有含义之后再去表达一个属于他自己。有没有？你有看到吗？有有有。然后这个心，哦，这边还有画一个心，不是画，它我是用踏的、哦、，OK， 踏出来的，它是浮雕立体字，是。然后剪，信。因为我们通常都不好意思会看表面，没有。对对对对对，一定的一定的，饭店型的都是这样的、啊。因为我们理解了，但是这样很好玩，对啊对啊对啊。寻宝，对啊，寻到寻宝。所以通常您在看这幅，可以寻那个明星见信。哇塞！五十九会被笑死。这个大会提供的。大会提供的，那 table one。对，这帮我你是前任理事长啊，对啊，对，他说他跟你很熟啊，对啊，而且他说你公共艺术很强，对，他说你公共艺术，谢谢，我要来开启，是这位吗？对对啊，对对 ，Gary 的，这个是李先生，对，你好，谢谢，你是他的经纪人就对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啊，他是听。艺术家创作那件，哇，这真的也是。一样，它还有那个比较那么贵的，比较好玩。对，可以涨，来，马上现涨，不怕萝莉，给他们看啦、啊。没关系啦，这可以啊，你这个可以上下移动。对对，是没有没有，左右旋转。哦，左右旋转，左右旋转，每一颗都可以旋转。哦，可爱。对啊，高兴爱它是什么姿势？这真的是特别、啊。对，总共有100。那很酷、啊。对啊，我们就是。木雕，这它还是有保留到眼部分在里面，也想知道。到底有
早先比较那个创作比较稍微特殊一点，也不特殊一点，谁的内容啊？陈远啊，陈远。打药还打不出来。林奕杰带来的四位是吧？有你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它是贝壳，它是贝壳砌成的一个墙。然后我觉得这个 pattern 很像一棵小的那个老榕树。对，我叫一个人，有一个人在逗它。可以拍吗？可以拍，可以拍。然后那只猫咪是我在最近都在发展的一批油画，跟我的收藏有关。坊间的蓝老师都很厉害，所以他为什么想知道？那你可能知道我们之前是谁，我们是走出去啊，还要走出去啊。可是你，那我猜，没问题，你慢慢犹豫啊。有规模了，对。直接跳行的概念。剪。对啊对啊，赶快剪这样。赶快剪，赶快剪。对。Hello Hello。应该就接触到很多画的艺术家。嗯。没有你们的影片，对，我照顾你们的。我闹一下。就是台湾的嘛，艺术家。台湾的艺术家，然后大概30几岁。嗯，稍等我一下啊。好，因为很穷啊，你看啊。您介绍是。
就从这么小你就觉得这样，我只是看得出来是大家走了。哦，对啊。这可以保存很久，如果说因为像我们考古的时候，挖。